哎，你得奖时候他哭了。哦，对，所以就是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就知道他在替我开心。他有传那个讯息给你吗？有，他说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得金马，我才跟你结婚的。希望各位导演、各位制作人不要吝啬，多多找我，我会继续努力，非常努力，然后也不会讲家长太多的。我觉得与其说是兴奋，好像还是有一点不真实感，因为我是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拿到这个奖，就是能入围已经觉得三生有幸，然后现在又拿到了这个金马六十的奖杯，真的很开心。就是我刚刚一到后台拿奖完，一到后台的时候就说我要吃麦当劳，结果刚才没叫成功，所以我等一下等访完以后我一定好好大吃一顿，因为真的是饿很久，我要爆他料。好，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今天是亲朋好友们约了一起在家里看金马，然后就我的好姐妹就说，哎，你得奖时候他哭了。哦，对，所以就是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就知道他在替我开心。是哪一种哭泣？应该不会是崩溃式哭法吧，可能就是泛泪这样。对，因为杨妹是不哭的人，对，他除非演戏里啦，但他私底下不太哭。嗯，那他有传那个讯息给你？有，他说我就知道是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得金马，我才跟你结婚的。啊，他很会耶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得了金马之后，他们压力很大。不会啊，他也是很棒的演员啊，而且他先入围金钟的。希望各位导演、各位制作人不要吝啬，多多找我，我会继续努力，非常努力，然后也不会讲家长太多的。